人是好的，但是你看因素的，咱的心，但是咱起心动念，咱无法通去关照到咱的起心动念，就是咱无智慧。太太伊对伊叫无话知，就是讲，伊若接到着讲，伊的小姐，伊讲讲讲话听，还有计算，搁生查甫的，吼，咱台湾搁无遐严重啦，像我伫台湾吼，迄生查囡仔甲生查某是差足济吼，所以呢，伊即摆吼，着起一个心，伊伫咧交迄个囡仔，迄个查甫囡仔，啊，迄个也袂知影，伊伫咧有灵魂吼，你看咱人生好无，无恐怖。伊个牛奶粉内底甲掺掂，你看，迄对个囡仔出世就开始用伊个牛奶粉内底甲掺掂。啊，囡仔长时间只食甲吼过外，结果呢，囡仔有一间艰苦，互叫医生看，医生讲安怎？你这个囡仔肾衰竭嘞，啊，你想，咱家长听个会影响袂？我囡仔食牛奶粉是安怎会食到肾衰竭？当然了。就是牛奶粉，讲你食啥食牛奶粉啊？啊，即个牛奶粉当然着在向向上讲啊。我食这个食这个牛奶粉，我食到我囡仔变成肾衰竭，安尼你着是有责任啊。但是牛奶粉的公司敢要安尼落去刷？伊嘛是要检，伊嘛是要标准去过啊。我牛奶粉是咱囡仔在食尔啊，侪人在食尔，人还无问题，是咱囡仔有问题。嗯。所以嘛要检查，迄个牛奶粉提检查。内底藏病，哪里迄个病就会来，咱嘛要调查。结果就是因为迄个太太的心中起了啥，嗔恨心。你看那个嗔恨心吼，那个恨心出来的名，你看啥物代志要敢做？所以玉祖迄个讲爱地位观照，你看那个地嗔恨心起来，啥物代志要敢做？害迄个囡仔是因的亲人呢，虽然是小亲生，嘛是因的孙呢。你看，食到尾啊嘛，敢好哩无？伊娘仔讲，迄个囡仔死，伊嘛爱用乖。迄电视的画面咱看到就是，哎呀，你害伊着，为着起这个心，你来害着那个囡仔，因小亲，这个囡仔有多痛苦？伊家己本身要用乖，伊囡仔要细汉无妈妈。痛痛痛痛，未晓作业来受苦，这是咱看到有形在哦，有形的发出来制裁，啊那是无形的嘞，不是作罪吗？不是爱搁一定的受苦吗？因果的轮回，敢是安尼就煞无？所以幼稚还甲你讲，咱咧在透过学习的时阵，就是爱闭微观照，观照咱内在是毋是有够明确？咱起心动念，所谓诶起心动念诶当中，是毋是呢？起好诶念，还是起歹诶念？如果你若是起歹诶念，你爱动它，就爱改吼，下好落来，毋通搁互伊吼，从后壁讲来讲，真念、真念、结合念，念念相随，到尾啊，你就去做。因为你无当下呢吼，你就去甲降服下来啦。哦，所以呢，你看哦，咱的五万，吼、哦，五暗，伫这呢，就是第七识内底呢，就是造成咱呐嘛，咱的走入了四心六道的原因呐。咱伫这轮转，就是讲因为呢，五万、五七、五暗，只要哦，你看，你看咱人讲讲的时阵，咱的八识当中，你看有人讲是过去世来变来。冰性，佮加上咱即世习性，你看着造成咱即摆现看着命运。伊说一个念，有当时啊，这个念若无好诶时阵，嘛产生你未来命运。即摆无法来讲咱诶吼，我讲个只无法来讲起吼，咱伫迄个网络看着，就是呢吼，即个王太和讲个念，你看本来伊诶命运吼，即个王太。念吼，差别较侪啊。这个王太和吼，伊是吼，就是咱伫咱济公老师吼，伊迄个济公传内底个。因为伊本身这个王太和吼，伊年轻个时阵有性命，
讲伊安那呢，所以我讲迄个量，咱个量吼，爱正能量。即嘛很不起来的新名词啊，讲叫做正能量啊。啊，其实就是咧讲咱个心量啊，心量啊。即、这个王太和呢，伊少年时阵呢，好惜命，讲伊是高士个命。啊，所以呢，伊就想讲啊，我起来高士，但是古早时代都有迄个吼订婚嘛。好之前吼，就咧指啊订婚安尼啦，所以呢，伊想讲吼，啊，我小名我是高氏的尔，啊，一声吼，阮某我来去娶阮某嘞，阮某无计受苦的，所以呢，伊就愈想愈暗杂，所以就去吼树仔脚边仔吼，想讲啊是要去改掉啦，啊啷讲想要来退婚，结果伫遐坐，我去看到一边仔一包包好啊，哦，这包包好将看内底啥，足济。以前是钱啊，迄个以前迄啥，银两来讲银两啦吼，三千个银两啊，啊三千个银两来讲就足侪钱啊嘞。但是哦，伊想讲，啊，不过即摆若如果是我捡着，若是我的，搁倒安尼，迄个相片同我讲我是高氏的命，我哪有可能去得着即包钱？我看吼，等我再等，互人迄个赚钱的人来吼，赚钱人较好。结果嘞？伊就当等哦，等等到暗的时阵，一个徛在足赶紧来，讲你有看到我遮一包包吼？伊讲啥物包吼？伊讲伊内底讲底金仔嘞，底银两嘞，我讲一包东西，我吼，伊讲我若无吼，一包人赚去了，体现去关怀吼，叫我摕只三千两要办嫁妆，伊小姐要嫁去办嫁妆，我若人赚去，我若讲关怀讲我是赚去的，人敢要相信？人不相信。所以讲是你贪污起来，所以我唯有是安尼死路一个。哎，讲吼，安尼我幸运啊，因为我捡到本来你的物件就是。结果你看，因为伊一个正能量，伊无去迄个贪，无去迄个贪哦，哦，贪人幸运，但是安尼叫呐，接了迄个阴德哦。哦，接了迄个阴德一层啊，即嘛伊吼，因为伊拢接着讲吼，我会好事啊。所以呢，伊有一天要搁出去行的时阵，我拄着落雨，我吼去旅游的，旅游的时阵，我有一个姑娘吼，干道人吼，无欢喜出来，结果也落雨，啊落雨落伊啊，迄个姑娘也去旅游的，但是呢，伊离婚了，这歌拢无法当听，所以伊呢，像我看到伊，伊来到天的那个，他去上一个，但是伊无对迄个姑娘安怎，吼，所以呢，去无游泳也是积德。啊，我因为安尼了后吼，伊即马去家叫人吼，要讲个退婚，伊叫人讲无迄个代志啊，你规人好好，即个讲爱个事，你就要想找借口个啊，要讲做咩吼退婚，你爱甲穿出去，你想爱个穿出去，种真正三家安尼要住过，我去住一间吼，人讲个贵啊厝，结果呢，迄个工厂时代，迄个人真可以较好啦，工厂无啥物好，伊咧住个时阵，我咧住贵厝啊，其实吼。暗时吼，我嘛着去听会吼，我周围人拢去对伊来看吼，结果去了吼，看迄个所在吼，伊也过头到过落时阵嘛，我得着咧吼，足侪黄金，迄可能以前人较会啦，但即嘛无可能啦，因即嘛假银也无可能去带伊托他啦。啊，古早时阵吼，伊离婚啦，我无去假金针嘛，所以带金银我会带托他，所以得着迄金钱财宝了，因为咧吼，伊着好假。啊，所以呢，好嫁来了后，伊就无咧相信讲吼，只个吼，人咧讲吼，伊个因果就对啦，咧讲吼，伊个安怎，伊拢无相信。伊个想啦，你甲我讲我高氏，即个王太后讲，你甲我讲高氏，啊，结果我即好嫁，哪可能？我刚才我即个无听伊个话，啊，但是伊毋知影讲，伊就是迄个正能量，伊就是迄个心量，捡着钱。无共贪起来，无用着已经救着迄人一条命，所以积阴德。啊，而且搁替个姑娘仔吼，家己搁送倒，安尼嘛无用着来保守着迄个姑娘仔清净，所以呢，伊无用着积着即两个功德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伊创得伊个名，所以一点个智慧起来，伊无去互伊卖血去，无去互讲钱吼，看着钱，有人看着钱吼。无咧想着讲吼，后边吼，即个人赚钱的人又是安怎？伊无咧想，有个人真正假的，人都笑了咧笑啊，有个人心在咱笑了咧笑，无好歹我是我捡着，哎吼，迄八
人为着以前头前吼欢喜，后壁收来，安尼为着捡钱捡到后壁贪财。啊，其实钱嘛是伊个，啊，毋过你看，但五百块为着捡钱捡到后壁讲迄是伊个，安尼是伊在生活，迄咱咱在吃啊看是安尼，吼。所以呢，头后过三千六，无怪伊命无转，因为伊吼，迄个善能量。啊，咱个心量吼，互较看一本迄落一个迄落啥吼，一个读书吼。伊讲像咱即个听经吼，咱即个听经吼，迄若廿七条个感情吼，咱拢一定两百进步，因为呢，迄叫正能量。伊讲吼，迄个美国迄个博士吼，伊是大卫霍金斯博士，伊是吼，全球吼，若所有地球感情也是地球依然在进诶。除非讲吼伊无钱，啊，若好嫁，绝对拢会去美国吼。想要伊就好嘛，结果伊迄个博士医生就讲，讲来找伊要伊的人吼，伊伫个身上讲无看到啥物，无看到爱，所以咱呢一定爱心要有爱，心要有爱是啥？来自卑，着爱吼去想，着爱吼实验，迄种爱心，迄种叫做正能量。啊，毋过来互看的病人，拢啥物，拢怨叹。我即世人做安怎，是安怎治着一种病啊？埋怨吼，怨叹，埋怨，怨怨，拢总是遐思维，所以呢，伊正能量拢较低两百。伊讲伊看到一个吼，上悬的诶能量七百，就是呢，得着诺贝尔诶和平奖吼，伊阵是迄个吼，迄个德沙修理吼，德丽莎修理，但是即摆吼，佫另外一个修理，但是迄个名吼。我真讨厌伊吼，迄个正能量。当伊出来在领奖的时阵吼，领迄个和平奖的时阵，所有现场的吼，的气氛有够好，迄个能量有够好。所以呢，迄个能量，我咱人吼爱保持吼两百以上，咱两百以上吼，大部分拢袂艰苦，较袂破病。伊迄个能量吼，就是你若能量低人吼，伊拢比较好。所以伊定爱讲，咱个思维一定爱用正能量心念。所以这个玉素海甲咱讲，咱智慧观食内外明体内降外，就是讲足清楚的。你个起心动念，你足清楚，安怎来清楚？就是你有智慧啊。我无遐讲，迄个电视迄个太太，伊就是无智慧啊。无智慧，伊家己做孽，伊毋知后果吼是安怎，伊就无智慧。智慧着咱先着光明，吼，咱今仔日真吼，咱伫个等，咱伫只人安息个时阵，咱台湾是袂点光，点光咱看到足清楚个啊，这着是有智慧啊，若像比如咱上智慧个啊，咱如果电话人家电视是乌暗，乌暗着是无智慧啊，所以咱即摆着要互伊有智慧呢，透过学习。咱伫咱学习六祖坛经的，比如咱亲像玉素咧讲经互咱听，咱咧看经典哦，咱来吼，咱亲像伊咧甲咱讲，安尼吼咱来，而且伫咧看的时阵，咱来搁体会到咱的本心，记录本心呐、啊。经典一个经，每一套经，咱来学习，每一套经拢一定按体会到咱的本心，安尼你才有法度通讲吼去体经，而且对你的心性嘛带提升。伊咱本来就唔足个，啊是安怎？啊今仔要透过一下，就是去哦，见真言，见欢乐，欢乐真心，就是咱讲家己亲像日头，去哦乌云散。哎，你看风安甲吹去，日头太少，日头伊无因为讲乌甲早，伊就无日头无，所以才讲色自本心，欲色自本心，则本在法。假使咱若有法度通呢，色自到咱的本心，就是讲咱透过学习了后，咱真正去了解到你家己迄个本心，而且呢，你知影，安尼你才有法度通，真正达到解脱。是安怎？是
像咱讲安尼，咱就法办法解脱，因为咱呢每一天咱所对着外口的吼，迄因缘的时阵呢，咱有阵时啊吼无法度呢吼，正知正见啊。咱有阵时啊就是拄啊，咱头壳甲咱分享的，咱拢会以用咱的五执法执啊，五执会产生啥烦恼障。五执内底呢吼，迄就着着分分到细。五执内底着贪嗔痴慢疑不正见，但迄五执哦，你看，所以阿罗汉吼，难道阿罗汉伊着是讲我想拢你着讲，已经吼修到无我啊，靠我跳出三界。啊，你看伫五执内底，你着贪嗔痴慢疑不正见，啊，五执内底。就是呢，有呢，低所障，低所就是，所以人讲吼，菩萨会叫三障来着，三障障来着，因为你会讲，我想会安尼，我会看法安尼，有个人你看，有人做七点个呢，人讲，迄我会看法，迄我会想法，意识是太够强个。咱今仔日吼，透过学习，就是要教咱个五执甲法执，咱无法度啥是断。至少你爱慢慢啊想一下，你若无慢慢啊想一下啦，你的五执法执啦，拢一直咧，咱人讲吼，一直咧吼，互延伸着对啦吼。人讲吼，迄个啥，迄个要相处吼，叫做歹相处个啦，做固执，讲袂通，因为迄个执嘛，执条个做固执，啊，所以你伫这方面来讲。啊，作歹沟通，啊，伫家庭来讲，啊，作歹和谐，所以这个五执甲法执，就是咱今仔日透过经典的学习，就是咧要慢慢的来，淡化，上好是来净化掉，但是咱来时间嘛，吼，慢慢啊去落来。那第二来讲吼，地位是要啥？老师咱何老师真甲咱开始讲啦吼，讲地位就是要低心下气的人啊。因为咱控告呢，你的控告就是你感觉讲你真敖嘛，你认为你足敖，你才控告啦。咱若认为讲咱做妈妈的人是毋是，就较低声下气，吼、哦？像咱世间人讲讲，有钱人讲会大声，啊无钱人讲细声。因为啥物有钱人会讲会大声？因为特色啊，控告啦。啊，就无钱人，伊讲会啥物细声，就离婚啦，还咱无钱，咱哈。吼、哦，但是这低心下气，是讲你真正在咱低心下气的时阵，迄是咧内心你想得到，但是真正是做低心下气的，你会受着。所以你看，迄个易经吼，人四卦，哦，像咱迄个咱王先生甲老咧研究易经，易经内底人四卦，唯有乾卦内底拢总结，其他凶带结带凶，无着去了，所以乾正受着。所以呢，必须呢，你学习的时阵，就是爱慢慢呢，低心下气啦，吼。啊，咱而且呢，咱人讲吼，咱爱学习呢，善的，咱爱学习要有优质的态度啦，吼。看迄个好汉吼，这个《六字坛经》吼，伫好汉伫迄个大量观学习啦。啊，所以拢爱看啊，伊哩啊，拢爱看迄个正文字吼，正文诶，不、欸、错。这文字吼，诶，一个讲师，阿姨咧教，阿好汉拢读资料，安尼准备起来了吼，伊是毕竟咧好汉还佫无佫学习，无马上咧，做咱吼目前人的明心见性啊，你看咱目前人吼，伊免佫看佫伊安尼个，伊哩安尼就亲像吼，迄个讲吼，变在无间，佛的境界着到尾到尾着讲较悬的境界是安尼，伊哩安尼伊看因缘啊，看着干，毋免打草稿。啊，好看嘛，佫无法度，所以必须要有超凡看辅助啦，吼、哦。因为呢，这是圣人的迄个讲吼，伊的境界。啊，所以呢，咱爱学习的谦卑、谦恭的当下呢，咱就当流露出着迄个智慧啦。我今仔日吼，伊个视频看一下吼，一个老板啊，就是当处长啊，吼、哦，迄叫做是小生活迄个。咧当处长呢，伊就想讲吼，伊要去呢吼，去试一下吼。伊本来当处长拢吼开车拢是司机甲载嘛，伊家己有车嘛，哦，
啊，拢有司机载，啊，但是伊刚个想着讲吼，我想要来试一下吼，啊，即摆观光吼，拢要坐捷运，我上台北个上班咧吼，观光坐捷运嘛，所以嘛是要叫诶，我诶人观光共款去坐捷运，我爱即摆就去坐，啊，你伫坐时阵，你吼伊有位啊，去人坐，因为坐咧伊头前吼，徛一个迄个姑娘，是一个小姐，啊，边啊徛一个吼，就是徛一个吼，脚无方便，也过也无方便。啊！你小姐，安尼头皮总歹，同他讲嘛，你无看到你的头前迄个吼，无方便哩，你搁坐条的，你欠无伊让伊坐哩呐，我头皮总歹。啊，这头尾吼，今仔日咱第一届要来遐试一下坐坐，伊就讲，你拄着即个吼小姐头皮总歹，啊，伊搁看到遐侪人要甲看到歹势，他只也坐，啊，就让迄个脚无方便坐，吼安尼，啊，即个到公司啊吼。到公司，伊迄个原来迄个小姐就是咧去应征一间公司，吼，要入去应征一间公司。结果去的时阵，应征入去，几入去，在日中，就是他拄仔夹头皮做摆迄个头家，边啊阁有两位主管。即摆迄个小姐今仔是要面试，伊甲我讲吼，哎，迄个三位领导好，你好。啊，结果迄头家讲吼，看伊资料。提个资料看看，你有才华，啊，就真袂歹。但是吼，我今仔出一个题予你，你甲阮三个人吼，七配，你若讲七配吼，我搁考虑我爱甲伊录取个。哎呀，咱就想讲今日八点吃完，拄啊吼，甲你足歹，甲你迄落口气啊歹，你进落去，你做头家，啊我掠着，你做头家，啊我要认真，啊你用这个。对结果行过面头，叫坐过了吼，唔好好吃，但是嘛是安尼安尼哦。结果到尾吼，嘛是伊咧可以来是嘛，到尾真正吼，无差差不多。差不多吼，这个第三个就无差啦。伊只是要考验伊迄个看看低心下气有啦，困下就改变啦。我拄啊吼，你搞安尼搞安尼，咱像咱讲讲啊，考一个了试官嘛，啊医生呢，你看看资料看看，然后呾因迄两个主管讲，啊伊读书啊，啊读书啊，结果吼。伊甲迄个小姐讲，你落厝啊，吼，我小姐讲，吼，我落厝啊呢，啊，我会当上班啊，讲，嘿，你会当上班，啊，咧，我甲你讲，拄啊吼，你叫我来七块，伊会五块，你头家十块，你哎呦，我来上班，我是要来七块，我甲你服务过，你服务你啊，爱服务，哎，头家想想伊啊，我啊，即个真正有迄个啊，十块块，结果呢，伊就上班到下班的时候，伊十块唔是要给人，结果伊甲做钱吼。就是呢，蓝色神树嘿。经过半年了呢，吼，有一天，伊迄个公司的表现上好，有一天吼，经过半年，块头家来问伊，问讲，许当时吼，我甲你考迄个难题，啊，叫你吼，分较侪，就是七倍，你若考会落啊，伊叫我通讲一句话啊，伊讲吼，因为呢，我吼考会落是因为我底薪，我变吼跳较悬。要跳关系呢，不能给，万一来跳给的人吼，伊无叫来啥呢？伊讲不得安跳。同款，咱今仔臭话学习，你搁做有才华，你做行迄个时阵，你就爱有行料，爱有低心下气，安尼你的智慧，你的德行爱出来。你若控哥某嘛，智慧无去，所以你失足本心，则本该团。你哪有法度啊？了解到你的本能吼，你的自性的话吼，你就有法度啦，得到解脱啦吼。啊，但是呢，咱还佫无法度是安怎？咱无法度解脱啦，咱只能讲吼，我心嘛是烦恼足多啊，我执着足多啊，我哪有法度？因为咱无达到来正本清源。因为咱无法通真真正正了解咱的根源啦，咱
个物件，才能干扰到咱的心嘛，吼、哦。所以咱这种呢，吼、哦，咱就无法通跳脱出来，因为咱无法通去了解到咱的物件。咱若外在物件吼，咱拢甲看作真实的，咱无法度去定义讲吼，啥是陪咱行过，啥拢需要，吼、哦。像讲咱的经济啦，咱的人事物，啥需要，但是。咱伫应用的时阵，咱袂使去甲执着，所以呢，咱就看一个公案哦。这个公案是安怎呢？你看哦，咱无法通尽本清源吼，连咱家己哦，无法讲这个公案是伫迄个上中内底哦。因为呢，一对兄弟啊，啊吼，个人吼，拢有重量，怎讲？我较有重量，啊，这对媳妇有重量，咱会拢知影。啊，咱两个招招要来争啥做生意？但是行行较早，伊无坐咧只行行行行到路时阵呢，因兄弟啊大兄就安尼想，我们小弟先富怎样？怎样黄金？我若做你怎样解开的吼？你怎样黄金互变我？啊，大兄安尼想，小弟安尼想，到尾啊呢，想讲吼，安尼呐，一个死的拢变也变唔怎样啊？但是呢，用用呢去想讲，我来去这个拜殿。地位去关照着个内心的时阵，尽本清源，去让伊了解着讲，哎呦，伊是我的亲兄弟呢，伊是我的亲小弟，我来使用这个念头。即马行行行，经过我经过一个河的时阵哦，迄个大兄吼，我把迄怎样黄金讲啊，放袂海落，怎样黄金放落？迄个小弟吼，看着大兄放落，我甲放落，放落了，人就讲啊，现在现在。伊就讲，差一块伊就去赚了黄金，两个就拢害死，伊也小不了死，也了了死。你看，咱就是无法通失足本心，啊，所以就我就能够解脱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失足本心，见足本性，即本解脱。但是咱即摆往关道转来，咱即摆靠外学习，咱想到安怎无法通去着解脱，无就是原因就是咱无失足本心。咱无正本清源，咱无了解着，咱一点个人性是非常天下来。然后咱伫这个心，这是着咱这包括咱这个身躯是因缘和合。如果咱拢改动，这是真实，拢当作上着着啦，永远存在啦。所以咱着无法通去了解着这个本身的时阵，咱会用啥？用人心做事嘛。啊！若用人生做事，内底就会掺杂着啥？贪嗔痴哦。啊，贪嗔痴，咱不得甲咱讲，贪嗔痴就是地界的三条根呐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，若失足本心，即本解脱吼，最、哦、简单方法是呢，用咱当下心，若是用咱本来心，就是用咱本心，就是本原本的心来做代志的时阵呢。咱就会当安怎的当解脱。啊，讲本来心是啥物心？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呐、啊。用这一切，咱用这个心来应外口的迄个吼，咱就发到自在解脱，吼、哦，就咱流露出的吼，咱的迄种足自在啦，吼、哦。阿、啊、妈。下面吼，讲六地界，它就是法界三脉吼，法界三脉，这是无量啊，吼、哦。有阵甲咱讲，讲第四十本去接本解脱吼，啊，咱若如果这个解脱是法界三脉，啊，法界三脉吼，这个无量吼，啊，法界就是咱的妙地位啦。哦，啊，三昧就是正定正修，啊，或者三昧就是讲定慧定持。哦，咱若有法度真正发这三昧，第一妙地慧中有定的功夫，一个人如果若真正有智慧哦，伊就会当吼认清了真理啊，啊，嘛会当认清了真个假，哦，伊就袂伫一切的这个相的，一切真相去执着啦。就会畏害分别，而且伊心嘛定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咱吼，咱先甲你讲，我们修道修遮久啊，
是安怎吼？咱呐都吼无法度呢，愈修愈艰苦。修道的目的就是要呢吼，来自于解脱啊。按过一个人呢，拢会愈修愈艰苦、痛苦啊。啊，修道脾气毛病拢无改，食素食吼，食足济尔。按过呢，咱的心呐、啊，靠食素食，唔过咱的心无真正够深厚啊。所以咱的心内底啥，私心偏见，智慧就无明了，啊，所以就无法通掌握了修道的根本，就是无法度啊，讲咱无法通真正正本清源。所以呢，就当修炼啊，多劳一心啊。好来讲一个吼，这真真实实的哦。咱吼，比少年干到，咱若如果无迄个正知正见的时阵，到咱老的时，也是业业现前的时阵吼，咱也使去做着。有人讲吼，无时先到，啊一时对。迄一个伫屏东，我听迄个之前人讲，迄个咧就真实话哦。迄个阿伯吼，伊自少年就食素食。爱伊咧伫庄仔头，而且伊吼，伫咱道场来讲嘛足诚心诶。结果有一天，就是安怎，伊迄个念，所以讲咱迄个念着爱正能量，咱要心念。结果咧，伊有一天伊起了啥物念？伊起了吼，足想要食猪肉。你讲三十肉，来实在吼，我无啥了解，反正伊讲三十肉，爱食三十肉。结果呢，因为伊是认真恁吼，大家拢知影，伊就是食素食的。伊决定今日买，我叫一个小妹妹去买，讲你去甲我买迄个肉的。结果妹妹一个也买，买到的时阵吼，伊就当煮哦，煮的吼，伊讲哪吃一嘴，吃了迄嘴了尔，伊个公妈吼，偏规个吼，无规个拢偏落来，偏落来时阵吼。伊当下我切下就来讲讲吼，拄啊就是因为吼，迄个无明，啊而且嘛，当下讲我是业障嘛，啊就是讲足侪因素，但是呢，上界源头是讲，你迄个心念起的时阵，你就是无法度有智慧，去观照着你内在，所以呢，咱叫做我一个吼，智慧去观照，我来，如果伊若我智慧起着，讲哎，我来起迄个心。我是从少年食素食食到老，我哪可能搁去起个心？安尼你是甲想？结果呢，伊甲食了，食了因迄个公仔吼，讲我家不灵听啊，啊，到时迁人老去屏东，伊咧就去报去啊，时迁人讲吼，见咧，迄个阿婆吼发生代志啊，啊又讲，迄个阿婆是做新鲜食，哪发生代志？讲见咧，迄个咱到外口，结果去个时阵，迄个阿婆摸迄个公仔吼，好家咧，好家都伤心个对啦。啊，迄之前两个阿姨啊，就讲吼，你有啥物，你甲我讲话讲啊。啊吼，伊就伊甲讲吼，伊面吼，伊就想着吼要食啦，啊所以甲食咧。安尼用讲话过来，哎，怎啊讲吼？安尼吼，安尼你吼，怎吼来求老母娘，看老母娘咱原谅你咧。啊，其实内心内咧讲啊，之前两个伊是先来个阿姨啦，但是吼，互伊摸伊甲伊甲讲，伊是来想互你摸伊吼，你心。先付这个公嘛吼，好比你更加严重。伊安尼讲，咱一处心得有限，七座尽超心。你今仔已经到尾心得啊，你一个念头对，人讲无时心得，即时对，连你的祖先拢讲对。结果迄个阿婆吼，伊在道场吼忏悔，那是心内吼，家己足艰苦，也是安怎？一个月了后，迄个阿婆就真正回光去。每个面了，规身躯拢乌的哦，所以讲吼，伊讲咱的念吼，你若迄个无迄个智慧，伊讲伊迄个思想就讲，你看，你咧好，你咧迄个，你咧祖先好比较强，所以咱各位同学，咱若真正吼，迄个心念，迄起无好的心念，这是真的，迄个阿婆吼，伊是真，这是咧帮我食素食哦。但是，若要讲到别项，那个心念，若如果起着歹的心念时阵，咱一定爱赶紧将它放落来，唔通去通动作做出来就对啦。动作做出来时阵吼，唔是咱家己伤害着咱家己而已，连真正的拢总改变吼。
所以呢，这阿婆吼，一个月了，就归空去啊。阿个时阵人讲吼，你看，无时要心动，二是对，因咱人生大家拢有课题，啊，咱一定爱有安怎静低静嘅，咱若无静低静嘅吼。但是啊，拄着事的时阵吼，咱着去用着平嘅，所以呢，佛陀他有用一个八正道，八正道吼，咱讲迄个八正道，反正吼，佛陀若是佛陀的弟子吼，那有学习这个八正道，啊，这个八正道吼，其实嘛是咱每一个人吼爱学习的。八正道第一就是正见。这个阿婆，伊就是无正见，伊伫个思维偏啊，伊无当下，伊无赶紧把迄念头纠正转来。假设是自少年食得头，结果你看伊动作去做出来，做出来去叫迄个奶奶去买，迄就是伊无正见。无正见的反面就是善相见。啊，若无正见，你着该善，咱所以佛陀咧讲就是吼。正思维，你无正见，你就是无正确的思维啊！哦，你的思维就偏啊，所以你就去做一寡无下的。你若看有人吼，道场就是要互咱的真正的道果向好上，但是靠着咱人修为，所以咱人所流露出来，哎，迄德性也是迄个，迄个就是代表道。无，咱若有看到倒咧讲话，无啊。但是呢，前辈者所流露出来的慈悲，互咱感觉哦，倒真正舒心。前辈者所流露出来的爱心，互咱感觉倒舒心。哦，你看咱若有啥，咱若遇到逆境的时阵，前辈者陪咱行过，迄种的心，就是呢，倒的现前慈悲的心。哦，啊，到尾说伊就是无。正要正思维，那么来就是正悟。无正确的思维了后，你讲话，下底讲话吼，就偏啊呢，就无无一正能量啊呢，就讲讲迄落啊呢，迄种年代哦，所以佛陀你看伊有智慧有教哦，迄过来两三年前，伊就发动七道干扰这个心哦，你看来了。正悟乃正业，就是正业。正当的头路，大家因为咱一定爱有正当的头路啊，咱每一个人，咱各位亲戚妈妈有头路在做，因为咱人讲吼，无钱不养命嘛，啊无食会受用啊，所以必须爱有一个行业。但是伊讲爱正业，就是讲你袂使去做无好的。行业虽然讲赚出侪钱，但是呢，你也无害，迄个损你的，你的福脉，咱损你的，迄个讲，你无向种去损着你的德啊，所以爱正业。啊那来第五正，反正拢是正就对啦吼，第六正正正。真正，你有那些正了偏离吼，像迄迄太空吼，有人吼做真正，讲要倒伫迄迄水里倒哩，特别是倒啊啥，讲安尼吼，讲安吐的，讲安尼吼做真正，讲安尼叫做做真正，讲安尼会练到吼，会反正有术啊啥啦，其实那是骗啦，因为迄个无效的，是咱本色的物件，迄算讲外在出流动静，迄是真正正真正啊。啊，第七叫做正念。你看咱个念吼爱正，你看咱个念若偏，吼、哦、你看顶面拢讲正，第正念。佛陀吼，伊咧讲迄个讲弟子个时阵，伊讲若无透过着八正道安尼学习啦吼，日常当中若无安尼时阵，拢会偏，就像爱起楼共款。日常当中，就是咱像咱去一间楼啊，开个地基，哈，安尼地基若拍无好，你就偏哩，啊偏哩阁唔知，对下底敢要偏无啥感觉。但是起惯起来吼，就知啊，像你101，
咱台北的地，如果伊地基若拍歪，无在调整，去到伊入去的迄个地道落去，伊入去伫地基吼拍歪，无感觉。哦，所以咱人一点的如果正见头也无感觉，但是呢，你声个出来，你了一直落一直落落，无感觉哦，伊两讲伊休天。哦，差一丝丝啊，到尾也差，就差足济啊。哦，所以呢，咱定咧吼，伫即个当中呢，咱要安怎吼，互咱呢吼，清净即个啥，发这三昧吼无明。那何为无明？无明就是呢吼，无二量，就是清净量，就是咱个念头拢总是清净的。无力量，哦，所以甲你讲，你若发这个三昧，就是你已经有定甲慧，定慧定持啊，意中清净，安尼时阵叫做无量，吼、哦，啊无量，伊要一直甲你讲话哦，无量就是安怎，你来当第一切法心无量的是无量，你看咱就做无所谓了，一直甲你解释。行啦，行啦，唔知影，看到无量，但伊当作文字的无量，就讲安无量头，唔是。你看下底来讲，什么叫做无量？就是你知影一切法，外口的所有宇宙一切，包括咱人事物，正叫做一切法。但是呢，咱伫应用的时阵，安怎心无量着？啊，过来即款念着啊嘞。哦，你看咱头仔迄个玉祖，伊咧得法的时阵，无呼吸，菩提不无手，明镜入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啊，毋过咱即嘛吼，咱伊五道本体就是清净的，毋过咱即嘛，我伫那个属相上，拢念着，吼，拢去念着啊，吼，啊，就要念着啊，变喏，就是爱透过修啊。来透过修，咱吼，我都把这染着的物件呢吼，慢慢啊去甲去除掉吼。所以来讲，心不染着，是为无量啊吼。来，然后讲哪，用这撇一切处，也不着一切处，但是本心。
业主甲迄号迄个迄个迄个尼姑甲讲，啊，伊着伊着捌来，你着遐个意思，伊讲呢，祖父庙里为官分明，着亲像讲咱地位有在，你看，用个言，那是无合个呀，无咱人啊是，还是咱无合个，地位着是有足个利益啊，那合个 OK。啊，咱本来吼，这个地位不是合个合个哦，是因为咱讲白了，咱是本来有个哦。就是用咱的佛性，咱本来就是吼佛哦。如果咱啊本来是佛，咱袂成佛哦。但是迄是一个中名啊，就是讲归归了吼，正本清源，达到你到等于咱的伊就讲吼原本的所在啦。啊，讲佛是一个人称啦，吼，迄是安尼讲。所以讲吼，如果呢，就是像比如。这个人是黄金啦，你搁甲拍，将迄个啥拳嘞，拿手拳啊，啥物拍拍，但是嘞，有一天你感觉讲，这物件我感觉无需要安尼，我想要去点啊打，安尼敢袂打？敢袂回得了？会啊，你本质伊就是黄金嘛。但看呐，咱今仔日咱就是咱的自信就是佛，所以讲讲吼，哥哥吼，明明是佛啦，偷偷是道啦。只是讲，咱哦，拢去用迄外口的因、知识、因缘吼，去甲咱力量啊。所以呢，咱着心拢去点着。啊，伊即摆甲咱讲，伊才甲咱讲，讲吼，何名无量，离皆一切法，心不念着，吼，心不念着。那用呢，一切处呢，吼，也不念着，但是本心。书有生出有魂，以有念中无量无杂，乃至自由通用无敌，这是法界三昧。三昧自在解脱，名无两名，欲欲不不思，当应两杂，这是法八。这名变的，吼、哦，咱一段吼，就是讲咱心无念着的时阵呢，吼、哦，咱的心就是。无量就是清净量，吼、哦，就是正量。正的念，你若有正的念的时阵，你的念是毋是拢无念哦？无念就是无迄个念头。你是你这个念是正量，啊，正量是安怎？正量就是无落去分别对待。咱这就是拢分别对待，就是安排产生足济的迄个讲吼，代志出来就是分别对待。啊，若是无分别对待，就亲像咧，落去到咱的自性当中，咱是以智慧咧做代志的时阵吼，咱就袂讲吼，啥物啊济会咱讲吼，一寡事事非非啦，因为咧，就是落去对待啦，所以有好就有歹，有大好的就是有散的。吼、哦，迄个是对胎，啊，若咱的正念是无落去对胎，无落去生活的，所以当咱呾，咱若回想着第一片流迄个时阵，迄、那个陈慧玲吼，伊要为着要爱发，啊无咧对咱业主，啊，但是伊到迄个时阵，伊无要摕迄个迄落衣钵，但是摕袂开当下，伊就是地，伊就想讲啊，我若安尼伊摕着这个衣钵，恁个就是咧抢啊！不是伊的心，但是伊的心是违法，不是迄个违法的依波。所以呢，伊当家就做讲，讲吼，讲我是违法以来，是为了依波啦。啊，所以咱业主呢，迄当时出来时阵，大家吼叫伊吼，你若要爱发的时阵，你爱秉持住个，就是你爱把所有的资源，就是咱心爱打到清净。你清净的时阵，你地位起来，你看代志嘛较清楚。所以呢，伊遐呢坐坐间吼，伊迄个啥，迄个清净的时阵，咱就做吼，改讲吼，不思生，不思恶，即个模式，迄个是本来面的面目，就是遮讲的，就是讲你心中净淡净本心，你就是你心达到清净，无拢正念啊吼。用遍一切处啊，伫六根中面无量无杂，乃至自由通用无敌，就是法界三昧，自在解脱，是名无量名啊！吼、哦，咱着做大师呢，吼、哦，
甲咱慈悲呢吼，所以讲，咱若如果去念六六经，咱知影六经就是呢吼，伊才来讲吼，六识出六门，六识呢，六门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啊六根就是色声香味触法，啊来咱生产生六识，啊伫这临终呢，咱拢无去念六，就是无去念六。咱的意识哦，你看咱的意识哦，足厉害哦，分别意识足厉害哦。如果我真吼看到阿珍，我心内我的意识，我意识看伊足讨厌，我的眼神就会分出啥讨厌眼神。我若看到伊足欢喜，我的眼神虽然讲眼神的讲话，就是伊在讲咱的意识的讲。人对话人讲吼，啊，伊敢伊看伊敢情就知影，伊敢情吼，敢无欢喜，安尼，因为咱的意识会透过，所以讲咱是入色出入魂，入入真了爱无量菩萨，就是讲咱看到外口的我的时阵，咱的心有阵时吼起迄个色的时阵，咱的心内吼会安怎分辨出来？我若欢喜，我就欢喜的会对待；我无欢喜，我就无欢喜的对待。所以带动出来，但是用作人讲，咱伫入定中就爱安怎，无量无杂，无生点着着啦，吼、哦。对定啊吼，入定的定吼，其实吼，伊是袂难念的，是咱的啥，咱这个心去念，咱这个心去念的。无入定外口吼，你若爱去甲动着，你心若爱动吼，外口吼，绝对袂来念念你啦。是咱的心去甲你念着，就来有动啊，就代志啊。所以呢，人家人讲缘境无好歹，外口缘境无好甲歹，但是好歹伫人心。咱着家己去生啊吼，咱着去生足济妄心出来啊。所以安尼着造成了啥？烦恼出来，烦恼着生出来哦，着颠倒烦恼着生出来哦。所以呢，着去了迄个无明。所以呢，佛陀甲咱讲，本来就无代志啊，入定中本来就无代志，但是咱呢，可能确实甲起了迄个无明心呐，就亲像咱目睭啊吼，目睭歹，迄个讲说得讲，目睭花的人啊，有毛病人啊，伊看讲即个空间敢若像有花啦，啊，毋过咱目睭若明的人吼，空间有花，其实空间无花是咱。人伫空中就无火，不过咱目睭火啦，讲有安尼有火伫遐，啊其实无啦，就是讲缘境内底根本就袂来甲咱念念，是咱的心伫念念着啦，吼、哦。所以金光经海讲一句话，讲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心清净心，不应住色生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亦无所住离心离心啊。外口面缘，咱拢毋通去甲念念，吼，咱的心拢会去外口面缘甲咱污染着，所以呢，咱就无法度安怎来去自由通用无敌，无法度未通，就是念念，因为烦恼，人人烦恼吼，人人咧烦恼吼，真正吼，啥物代志咱啥吼，未食未困的，连困都困袂去呢。伊人阿讲，安尼去念着啊，吼、哦，甚至有阵时啊，咱阿要甲安慰个人，有阵时个人会来讲，迄个是个代志，你着袂烦恼。那你家己去有着，你无定烦恼你家己哦。啊，其实吼，人讲个，着爱真真正正个，你爱讲个舌头啦，无你吼，烦恼，讲过歹烦恼就蛮烦恼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咱要如何呢？吼，通地无，通用无地，或者三昧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咱爱有呢正确的理念，咱爱有正确的理念呢，当中呢，吼、哦，咱才有法度呢通用无地，来去自由，这是脱世三昧自在解脱名无量行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若要有正确的理念。其实就是伫咱落实伫咱平常时啊修啊，要有功夫啊，吼、哦！啊，要有功夫安怎？就是爱亲临经藏，
因为咱有当时啊吼，若无提前去临床的时阵，咱会用咱的意见啊。用咱的意见咧做代志，就是讲啊，我想安怎着，爱想安怎着。结果咧，咱无拿到符合伊咧讲的迄个真正的迄个吼，迄个符合的意见。我的第一件内底就是安那清净如比起相，啊，若咱家己，咱家己的第一件内底烦恼不管，吼，啊，佫有足侪，有些掺杂的是非，吼，所以咱就无法度咧来去自由啊，通用无敌，就无法度通安尼啦。所以呢，咱建立呢，吼，所以就爱呢，吼，清净经典。所以佛道经典是咧安怎？佛道经典就是要度化众生啊！因为靠着经典呢，吼，啊，搁咱大家共同来分享。其实咱是安怎一直爱来开放，就是呢，有一个庄严的平台，来塑造咱的心，甚至呢，咱共同一只学习的时阵，借着佛的主光，甲咱普照，互咱体入到咱的本心。以后，咱会去看经典，互咱了解到经典内底呢，就是要讲到咱的心呐。吼、哦，其实咱若无咱的，咱若心吼、哦，你若去哦，无自在啊，你变啊无地位起来的时阵呢，吼、哦，你无当自在解脱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伊正讲吼，欲不不不思动念，因动念念作，即是法法，即边边界吼。啥物叫做法？我听人讲吼，边界，边界就是离佛法内底吼，伊就是讲吼，咱吼有诶五种，咱来看即六字内底吼，用四分坛经来替咱注解。就是讲呢，咱有五见，就是有不生见、吼、哦、边见、相见、见处见，啊，搁界见处见。啊，遮吼，诶，边见就是吼断相离见，就是讲一般诶人呢，落去边见诶时阵，吼、哦，会当作讲人啊，吼、哦，即个人就是安尼吼，死得煞啊，后尾生轮回，吼、哦，伊当作讲即世就死得煞。迄就是叫做断见。啊，你死了煞，咱若当啥吼，要咱咧就真若要去一人来拜拜啊，咱讲讲要拜神，反正后生你过，即世就死，用到个来就煞，迄叫做断见，断灭吼。啊，若袂安怎？我即世若做人，啊，我若做好，也是安怎？来世无一定，我嘛是不管做好做歹，来世都会做，叫做上见。所以叫做断见。边界就是讲无正确啦，无够真正正确啦。因为安怎讲，因果是不卖啊。因果，你做啥物，人家也是归倒倒来，你迄条吼因果不卖，即个典故吼，咱敢捌听过？无何里吼，一个老和尚主持，爱就是咱甲问讲吼。有因果，修行人有因果。咱各位同修，咱修行，咱修行敢有落因果？你做啥，人敢有因果哦？有是无哦？但是迄个主持呢，甲伊讲吼，不落因果。因为呢，伊去甲讲唔对，所以呢。若要讲经吼，从何法师咧学习啊？所以呢，过去吼，当然咧讲吼，幼稚吼咧讲经，咱来看内底有经有迄落对。拢吼，啊，还袂到，咱到会无啊，来到啊经，所以吼，忏悔经。过去的法师咧讲经吼，伊是坐伫咧发王座哩喏。啊，听经的人伊是爱用跪的哦。即代表讲有诶吼，要听法师讲经吼，啊，搁拢用跪的哦。因为是安怎伊个，因为伊已经达到，迄个法师已经像咱用做呢，就是达到人生变性啊。所以经过伊开始动下，你若看咱若看用做观音，足侪拢动下着人生变性，
当下就了解着认识，当下就顿悟，因为伊到遐去成，甚至伊有到人生变成。你已经有法当人生变成，你就有法当当下引导人看到你家己，记录到你本心。啊，所以呢，伊这个讲，这个迄个讲主持呢，咱讲嘛，就是讲会互相互动嘛。问讲咱修行人，咱敢有道理讲？伊甲讲无，无道理讲。即句唔对，落五百世，出世五百世好理，好理就是理嘛。所以呢，人讲，互你心足理，就是咱好理。所以咱唔通疑心哦，疑心内底我是理呢。烦恼种内底吼，贪嗔痴慢疑不见，你看你烦恼疑就生怪，怪就生鬼，要连带哦。你看咱的心就是安尼哦，你有疑就生怪，怪了生鬼。所以呢，伊讲不卖因果，但是呢，伊出世五百世无疑，有一天你去听百丈禅师的讲经，百丈禅师伊是一个。一个开悟的迄个，伫咱的迄个禅宗内底吼，伊咧讲法嘛，咱我是无看到伊的迄个，但是就是讲骗骗啊，安尼用安尼讲。迄个讲啥？即个魔女嘛，化作一个老人去听百丈禅师讲了，伊甲伊问讲吼，我吼迷信吼，我过去世是一个和尚，啊，就是因为吼，咱甲我问一句，我去甲伊讲不满意。道理，叫我出世五百世好理，啊，到底是出问题出伫倒啊？咱常常讲要找原因啊。啊，摆上禅师甲讲吼，我甲你讲，你照常从你顶界人去甲你问安尼，你问我，啊，即摆迄个老人诶，伊是好理嘛？伊化作老人是怎讲话？我问你，修行人敢会道理个？即嘛，即个大家常识来讲，是不买因果啦，吼，吼，那因果不买吼，是不灭，不灭因果。啊，伊这是不了，你看差一厘有影，差一厘就差天下地啊，迄个差远啊，迄个是差诶，有够侪够侪，无怪只是无百侪诶好。不买就是讲诶。你做啥物？你啥物讲？你即好伊，即好个，你即歹伊，即歹个，叫做不满。不得，就是讲无论你做好做歹，拢无代志。啊，你吵者无？够侪人吵者无？你今仔日你讲不满，你就会谨慎啊。我今仔日若做歹，我明仔日会受着歹报应呢。你是会谨慎？不得，你讲我做好嘛，安尼做歹嘛，安尼乌白做，你看。所以呢，这个因果吼是呢吼不卖哦。你做啥物，因地果繁生哦，就做伫咧香油品内底了来讲啊。因地果繁生哦，你种啥物因，你啥物果哦，吼。所以呢，讲吼，这是佛法，吼。那那如果呢吼，无识头啦吼，那你讲会念，安尼你是发发发个是讲吼，会去互因拔掉的啦，就是无真真正正吼去了解，啊而且吼对法无了解吼，啊恁即马透过学习呢，就是要豆豆啊吼，调整咱的心嘛，把咱无好的心爱豆豆甲调整好好啊，吼。豆豆净化啊，恭敬的心一直在净化，迄个无好诶，我豆豆净化掉。啊，净化掉到尾是毋是归复咱本来诶迄个观德德诶功能？啊，无就是像就是讲顶吼，咱目前的人，比如，当时拢买三支伫公顶啦，一支甲吊伫迄个讲外口，上外口诶路边遐，一支甲吊伫阳台，一支甲吊伫咱内底。经过一日了，三支的迄个状况够同款，无同款，内底佮清气，但是嘛是有污染嘛，无咱过年时爱洗爱清，也是灰尘嘛。但是伊个变个佮较严重，污染佫侪，做人个嘛是有。所以呢，迄就是讲，叫咱必须爱呢，透过呢吼，咱个境界当中呢去历练着啊，
既然你念着，就是爱慢慢去净化吼，唔通去用去用遐个物件去念着发着，那下面咯吼，哦，再个讲到一段，我先知识五无量法者，八法是通五无量法者，见诸不应觉，五无量法者智慧地位吼。但是讲呢，有做甲你讲吼，你何解何解才抄抄甲规只连过？啊，做到遮就好啦。但是讲呐，咱会当呢吼，诸佛的境界是啥物？咱会当悟到无量法者，就是讲自性就是无量觉的。咱无去念觉，无量就是讲清净呀。无去念觉的，那呢，咱的万法一通，就是讲咱就是喏。通用无敌嘛，因为你吼，你着要拔掉啊嘛，吼，你着当，因为你清净啊，你外口一切吼，境你袂要念得着，安尼着是足自在。咱真吼袂自在，袂解脱，就是咱拢叫外口的境，外口的境。那好，像各位姐妹，那学了好哈，讲好，讲完你，那等下甲我讲做嘛，安尼心着艰苦，迄叫做念着。就是爱透过到吼无好无歹，因为咱拢共同学习分享，吼，所以咱在伫这个自性当中呢吼，就是呢袂使有念着，吼，啊你若无念着的时阵呢，你悟着无量法者，你万法尽通；啊若悟无量法者，见智慧的智慧的境界，啊智慧的境界是啥物？其实呢，咱本来就是佛啦。自我的境界就是啥啦？自悲平等，吼喜舍。咱唔通讲讲吼，从个只讲讲吼，看到自我的境界时阵，你讲哦，哎，我的境界无够悬嘞。其实咱的心嘛是吼清净的、自悲的、平等的，安尼就是好。啊，众生的心是啥物？就是嘞贪嗔、贪嗔痴。就是计较，就是分别，就是见是非，这是众生。啊，佛的理解就是慈悲清净。所以咱家己测量咱家己啦。咱若咧吼起迄种吼慈悲的心、平等的心，咱就感觉哎，安尼我就是吼，迄个因着讲嘛，咱净化我家己心，就是净化。啊，咱若开始吼，家己心日常当中，家己起心地吼，日常安尼啊，又搁是烦恼。家己测试啦，安尼吼，咱其实咱来家测试，咱家己起心动念，咱就来知影啊。咱若说起迄个吼，起心地，还是起啥物心，啊，起无好心的时，咱家己回光返照是真做，他不讲讲地平观照，咱倒转来看的是，啊，又搁是烦恼一个，修行修遐久，学道理学遐久，咱若无回光返照。咱若无提升，拢也是个烦恼一个。好，道的书信，遮个书信啊，吼，点老师代表民书开智慧，就是开启咱天观的心灯，咱这个心灯，啊，这心灯已经互咱点了，互咱知影咱家己有一个不管，但是咱力量就是一定的哦。悟了无量法者，见诸境界。我无了法接智慧的地位，接悟到啊，已经知影，但是安怎爱修啊？就亲像嘞一碗冰，这碗冰的结，咱已经知影，知影怎？知影伊一生一碗冰，伊的源头是啥？水啊！伊本来是水啊，是因为咱家摕去冰箱甲冻起来，冻起来变冰啊！啊你冰。要恢复了水的时阵，要让这碗冰甲大完，要恢复了水的时阵，是毋是按时间？你搁技术较好，搞快搞加速，要加慢啊？还是用啥物？反正你用啥物方法就对啦，拢总按时间，才有办法变回了水。同款，咱今仔日讲你悟到了，发个境界，你但是你还无法度真真正正达到清净。所以你爱去减修，所以有顿顿顿饭吼，